刚好是呀。不是，他突然要打我一下就跑走。怎么的？你为什么一直敲门？怎么了？什么事？谁欺负你？你想刚凶你两声而已，这样不行哦。阿雄，怎么了？怎么这么可怜啊？啊！我摸一下，我摸一下。哎呦！米蒋是十分钟之前凶你的，不是吗？你还在委屈啊、哦？小可怜哦，嗯，他这只淘喵。米蒋，你刚刚怎么可以对他喵两声？啊，凶凶的喵两声，你看受伤了。你不知道他心脏很薄，那个玻璃心这样子薄到不行，随便也碎掉。你这样子凶他，这样不对呢。他也没怎样啊，只是靠你近一点点而已，这样不行、啊。看他委屈成这样了、啊，可怜。然后他要偷吃我。偷吃我这个放蛋糕的蛋袋子，装可怜就可以偷吃吗？不行，没有了啦，空了啦。